红尘路漫，一步踏错万般皆苦，江山还是美人，做个弱小的男人还是强大的人妖。明星两难选择体验秀，我们的选择现在开始。伴唱同伴舞一齐跌落河，你救边个 ？A 伴唱 ，B 伴舞。我们的节目是一个说到做到的节目。知了救我！啊！我的风筝好热，好热！啊！大师哥呀！谢谢你！救我！救我！救！救！他们现在等着你去救他们啊！猜他应该是救女的，英雄救美吗？快别说了，赶紧去吧，勇哥呀！别说了，勇哥，快去救人吧！快快快去救人，快去救人吧！别讨论，要选择，现在选择 A 救伴唱 ，B 救伴舞，请选择。A， 好，哈哈哈哈！啊呀呀，啊呀呀，啊！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呢。Thank you.
唱卡拉 OK 的时候，你更烦的哪种人 ？A， 你唱啥跟你唱啥 ；B， 你唱啥跟切啥，他点的全有限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？经历过对不对？唱一般被人切掉，好难受啊，就觉得。不是已经要你回来？我的伤心。如果碎蓝药和齿猴齿林必须舍弃一样，你会选择舍弃哪一样呢？这有点难，睡懒觉可以让我脑袋不转了。吃美食我就太爱吃了。Australia beef， 浸泡在臭豆腐当中48小时。呀！啊！均匀的，哇！肉体享受跟精神享受哪个更重要？精神。微博中你最受不了哪种自拍？ A， 发一句人生感慨就配上自拍照。 B， 一年365天环球旅行。如果我假设他不是作弊的，假设他真的是一年365天环球旅行的话，那我应该受不了他。好，既然你受不了，发一句人生感慨就配上自拍照。我们是个说到做到的节目，那你受不了一年365天环球旅行，来上题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旅行，你已经走出地球了。拿出你的手机来。这不就是王国地球会干的事？哇，要自拍一下。我现在好尴尬哦。可以的。哦，哇，完美！感恩今天可以先去了故宫，再去看恐龙。这样吧，耶。爸爸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希望托您打扰。那一定是写歌的时候。我写歌的时候，我不希望我的空间里有任何生命存在。你写歌的时候非常安静，你是能够容忍唱歌的时候被人打扰的，对吧？想一个方法来克服这个恐惧呢，老师来个节奏。啊，这个还有节奏？当然了。
啊Got it, got it, bra, got it, bra, sun got it, body so hot. Got it, got it, bra, got it, bra, sun got it, body so hot. 我是李银河，我是搞社会学的，在这个问题上再做一点社会学的分析。我是日观星盘，夜观星象，能用星座把你发光的星座老师 Jessica。很体贴的类型，有可能会骗倒女人。想给小月月建议，整形就是要助人把形象弄好，但有一些人喜欢锦上添花。问题是五个球，有两个星座，狮子座、天蝎座，大美人的星座郑爽。狮子座谈感情被联系，没自信就整形。天蝎座贪心，林青霞、刘晓庆想永远美下去，想永远现在有美，想留住青春，有可能整形。各位父老乡亲，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关注《偶像就该降婶》自频道，更多偶像精彩花絮等着你们。好了。这就是你们节目的规则吗？不让人家问，不让人家谈，就愣选。20后，有没有可能是德云社的一把手？